嘿，今天啊，编导的男朋友搞了个事情，哎呀，别搞了，噪音就这两个玩意儿，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气球对吧？但气球里面装的东西你们都不知道了吧？啊，装的啥？亲戚啊？对，我们要做的什么事呢？我们就是今天要吸亲戚。吸亲戚呀、啊？哦，害气。你吓死我了！等会儿一点火，都燃起来了。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测试跟氦气有关系。干嘛的？我在网上看的，吸了氦气的话，声音会变。我有点好奇。这样，我们来一段话啊，来一段话，然后来一个那个演讲稿，这个演讲稿，然后我们念一段啊。要不然念？就念老板这一页吧。来，先听一下没有吸的那个声音的那个效果哈。如果只有工作的人。一定不是真正会生活的人，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他们需要细心呵护。来，如果只会工作的人一定不是真正会生活的人，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他们需要细心呵护。哎呀，这声音！来，编导男朋友再来试一下。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他们需要细心呵护。然后现在的声音变化太大了，女后期来。现在是我正常的声音哦。来看一下女后期要练的这句话。这你完全会吗？开始。念书时我不知道，我装孙子。你看我怎么直？你又来哦。不要笑，来。念书时我不知道工作是什么，现在我明白我的工作就是哈，没效果吗？老板，你这个要声线越粗的，应该是要那种声线粗的那种。配音来，我给配音搞一个。我挨了那个，好搞笑哦。当你看不到远方，别放弃，他哪儿也不去，就在你澎湃的内心深处。多吸点。当你看放弃，不要笑，不能笑。第一声出来一下，憋不住了都。当你看不到远方，别放弃，他哪儿也不去，就住在你澎湃内心的深处。加把油，即使看不到，你也会拥抱。一下子恢复了，你看到没？我觉得真的是也很难，就可能是来。也可以，画框框住的是你的视野，画框外的是你的想象。哎，深呼吸嘛。画框框住的是你的视野，画框外的是你的想象。漫无边界的。哦，他这个过渡的好明显啊、哦，就深一点。哎，好扯。大家不要模仿我这个东西，我们旁边都是有120在这里得到。哎，听到没？吸多了你就有。听到没？120的声音。头会晕哦。好，本期的 PPT 到此结束。就完了？没有。好，现在我们开始搞正式的事情。还没开始啊？搞什么呀？我看了一篇文章写的呢，就是可能最新款的 iPhone 放在里面的话呢，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想去试一下，把我们前几周刚砸坏的那个手机，就是 iPhone 10S Max， 我们现在给它修好了。好吧，在这儿花了4000多，还没有激活过的全新的 Max， 那今天我们要干嘛呢？就是可能又要把它给弄坏啊。我们这台 Max 真的是命运多舛呐！我们要把它放在氦气包围的一个密闭的环境里面，去看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拿了几个比较老的型号 ，iPhone 5战损版的 iPhone SE。文章写的呢是 iPhone 会出问题，安卓呢它不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呢也要试一下。那我就要把我自己的一加六再去找一个配音君的 Mix 2S， 那有5个手机，我们拿一个密封的。保鲜袋来装它，然后灌气体进去，会出现。那你还得要把这个激活呀，要把它弄到桌面上去啊，才有意思啊。
看一下啊，全新的 iPhone 4S Max， 这是全新的啊。我跟你讲哦，老板其实不让我做这个实验，是我自己坚持弄的。那如果弄坏了的话呢？赔呀！哎呀，买了一罐液化气，这么大一罐，我的个去！拍个笑脸，你要怎么玩嘛？就直接关在这里面，一起放进去，然后我们计时，看看它会在一段时间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来吧，来，现在每个手机都是完整的，开着的，这个也是 OK 的。来吧，轻一点，好，好，三个 iPhone， 两个安卓，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要来灌气了。感觉漏气了，哦，被手机给砸爆了，这个重新再来。现在五个手机都已经在里面了，我们把每个都点着录像呢，它每个都是开着的。现在已经待了2分40秒。哎，它还亮着吗？还亮着的，亮着的，几个手机都还亮着的，充分证明这个氦气对它没事儿，对人都没事儿，怎么对它有事儿啊？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啊，我会把文章的话放在我们的视频的链接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写的是氦气会引起一个最新款的 iPhone 的一个振荡器，它会使那个振荡器停止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氦气的它写的分子颗粒是比较小，它会进入到那个振荡器里面，那个振荡器它就停止工作。安卓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它安卓用的那个振荡器是原来的一个比较老的什么的，就不是那个什么 MEMS。 看一下，你看活着吗？还活着，这么一会儿应该没事了吧？这就是又没气了，再来。那么我们把这个手机放在这个口袋里面，五个手机放在口袋里面，到现目前为止哈，已经过去了接近半个小时了，这几个手机都没出什么问题，我们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编导男朋友的战损 SE 没问题哈， Max 来看一下 Max。 什么情况？哦，卡住了，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出问题了，原来是卡住了。编导男朋友的 iPhone 5也是没有问题。配音君的 Mix 2S， 哎，也没问题。1+6也暂时没问题。这个短时间内氦气对这五个手机都暂时没有什么任何的影响，有可能是你这个氦气不纯，对吧？有可能。我们再试一下，把这五个手机分别放在一个密封口袋里面，我们到时候再来看一下谁会有问题。如果说依然没问题的话，就验证了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氦气真的不纯，然后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来吧，现在是6:42左右，我们看一下这几个手机能坚持多久。好了，经过了一个晚上，这几个手机气儿呢已经跑了差不多了，现在我们看一下这手机最后的什么样子吧。这个已经没电了，这个 iPhone 5因为电池比较老。你怎么知道没电了？那不是坏了吗？有要充电的标志。那应该就是没电了，把电充了过后再看一下要怎么样。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编导男朋友的战损 SE， 还让你起床了吗？你看这个还让你起床了。哦，有电，没事儿。1+6呢 ？OK 的。配音君的小米 Mix 2S， 一点问题都没有。看一下 Max 有没有问题。哦，亮了。哦呦，亮屏喽。哦，十四个小时啊，目前一点事都没有。
好吧，边找男朋友啊，你是不是翻车了呀？啊，因为我看了一个视频啊，他的视频在4分多的时候，他的手机就已经挂掉了。但他的结论是一个星期以后，手机会随着氦气的排出，那这个手机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但好像和他们实验结果不一样。那要么就是我们翻车，要么就是他那个强度有点大。如果说我们这些步骤没问题的话，就只有一个问题比较显著了，那就是我们那个氦气不纯。反正这一次我们试验的那个结果呢，就是不会坏，没坏，不会坏，就是用普通那个充气球的那种氦气的话是不会坏的。一般生活中的这个环境里面是不会出现什么气体啊导致它使用失灵啊，系统出现什么问题啊，或者说是硬件出现什么问题。如果说大家对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23.3块到时候起拍哈，好，到时候我们会在节目里面放出来，它的话再说好不好。观察一段时间，看这个机器会不会出现问题，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把它再给拔掉。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呢或者什么的，也欢迎给我们留言哦。关注点转发充电充电，本期 PPT 就这样，拜拜。说有什么？水杯、三通充电线、雨伞、三通线、盘子、筷子，还有一把雨伞。鼠标垫，哈哈哈，还有，啊，好好好好好，因为他们家送了好东西，所以你就买了这么多。你能不能成熟一点？错，我是为了吃的，吃才是重点。好不好吃，吃了才知道。来来来来，朋友们一起来吃，有的吃有的用，还支持了节目，真诚。我就问还有谁？ Testway 新寻宝87076677，支持自己的节目，支持自己的嘴。 Testway Bunny Try Before You Buy。